这是正十二面体，正十二面体，每个面都是正五边形，有十二个面，啊，20个零。那我们可以把它展开，按这个展开呢，它就可以把这个正十二面体展开。这就是正十二面体的展开图。好，我们从四面八方来看，就是它的展开图。那我们也可以合并。那这几个红点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的那个手控点，有没有？我把这按下去，它就会把这手控点弄出来。然后这手控点呢，我就可以把它打开。比如我打开这个，抓这个的时候，我可以打开这个；我抓这个呢，可以打开这个。哎，每一个点都可以，像这个呢，它就一起转。那这个也可以打开，这个打开啊。那让它展开以后呢，合并，那我们通常呢是从这里开了，然后再来从这里开，反正你可以一个一个分步骤一个把它打开，你看，展开这样一个展开图，好，合并。这就是我们的正十二面体大的展开图，啊，我们在文章里面有提到怎么样来制作展开图，哈，这是它的十二面体的展开图。